近日，赵本山在新剧《老兵》中的大佬造型曝光。据悉，赵本山携乡村爱情主创们在新剧中上演东北版《潜伏》，该剧也被视为赵家班首部转型之作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打到咱的房间来了？你谁呀？这是我们聊城的金六爷。什么金六七十八的？